Cinderella， 你知道世界上有曾经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由两个意想不到的东西组合而成的吗？哦，我懂我懂，就像巧克力加鸡排也是很棒的美食哎。哦，还有，酱油加冰淇淋可是日本人的最爱呢。啊，对了，还有布丁加泡面还会变成豚骨拉面哎。但是这些都是小 case 啦，你有看过跳热舞的人跟跳现代舞的人合作演出吗？没有哎，我是第一次看，相信他们的表演绝对会很精彩，期待看他们会蹦出什么火花。那就赶快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由 CME2 徐轩、杜嘉诚带来的 Stand Out Fit In。